首我自己很喜歡的作品段。接下來呢，我也想唱一首是我一位好朋友生前寫給我的歌。這首歌呢是Beyond 的家居。當年呢我們都玩得很開心，經常周圍去曳啊、白宴啊，咁嗰時大家都年紀小。咁嗰時咧，你寫咗首歌俾我參加個比賽嘅。咁當時咧都贏唔到獎，但係呢首歌咧都引起好多人嘅共鳴。講我哋中國人，其實我哋應該要多啲團結，就唔好似一盤散沙咁。咁當然啦，我去到外國嘅地方，我見到好多中國人啦，我覺得大家咧都好温暖嘅，好有一種同胞嘅感覺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喺外地唱歌咧，比香港好似更加有温暖感同埋親切感，所以我今晚咧都送俾大家呢首《歲月無聲》，識唱嘅跟埋一齊唱啊！